近日，广州动物园的大熊猫雅一凭借连坐7个前滚翻的视频登上热搜，吸引众多小游客到场观看。大熊猫都有睡懒惯，早上一般不会怎么活动，只有美食才能将它唤醒。果然，一听到开饭的口号，雅一就精神了，饭前还和外面的观众打了个招呼。